又是新的一天，哥哥的早上好，耶！出发，布布。你好，布布。地图芯片。咦，大家都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在大扫除。咦，歌德找到了什么？哇，好漂亮的画！对啊，上面有小房子，还有大树。阿普，这张漂亮的画是地图，它会告诉我们方向和位置哦。这个小房子就是我们的幼儿园，我们在这里哟。这里有个箱子，哦，里面会有宝物吗？有可能哦。哇，那我们去找宝藏吧。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宝藏？地图上会有很多信息，例如建筑物和方向等等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应该走这边。一路小心哦，小朋友们。地图上面显示这里会有大象。哦，这里没有大象啊，是不是要等大象过来？万一它不来呢？大象，大象，我知道了，是大象滑梯。大家小心点，这里有一只长舌头怪兽。嘎嘎。哦，原来是小青蛙呀，我们继续走吧。我们应该走哪边？走左手边。啊，我们找到宝藏山洞了。耶，哥哥好棒。啊，里面会有什么？我想应该是有很多娃娃衣服，可能是很多玩具车，也许是画笔，还有颜料，一定是吃的。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在做梦。我来打开箱子。哇，是我们的相片呢，好好看。宝藏找到了，该回去了。我们该怎么回去呀？可以按原路返回哦。耶，布布，小可爱们，一切都顺利吗？地图很有用哦，它会告诉我们现在的位置。地图上的路会告诉我们走左边还是走右边，地图还会告诉我们哪里有危险，还能带我们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。小可爱们今天的表现都很棒哦。啵啵，地图芯片激活。